有声音吗？好，大家好，我们是 The Best Year。好，在试器材的同时呢，李玉林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我要跟宋宇臻 PK。好，他要跟我 PK 什么？因为他刚刚呛我，他说现场来看他的礼拜以上。好，等下，我要先跟他比一下。那个来看我的举手好不好？拜托，快点来看我的，快点后面的朋友，拜托你们举手，快点。耶、yeah, ，谢谢。好，那来看宋宇臻的举手。来看我举手。大声、等一下，大声。我发现前面为什么有偏心？为什么？我不知道，可能你人缘比较差。为什么前面有偏心？可能你爱破音吧。啊。哎嗨。好啦，没有。调下麦。好歹我的亲友也来了五六个，好不好？我也来三个，我来了一个70岁的。耶、yeah! ！那你的加起来应该比我比我、啊。我的年龄应该加起来赢你啊，应该。然后。大家好，我们是 The Basic，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团员哈，你先介绍你自己。我是V One， 然后我是地震二的林玉林，然后那个我后面这个是 G Two 是法律二张雅涵，对。然后我是财政二的宋宇臻，然后后面在正中间的这位长腿美女，她是财政二徐明佳，然后左边呢这个经济二的经济二林佳荣。好，那就是我们要讲一下这首歌啊。那宋宇臻先讲。好，大家好。这首歌呢，是你知道艾薇儿啊？艾薇儿不是很红吗？然后艾薇儿就出第一张专辑《Let Go》的时候，就是Skater Boy 那张专辑不是超红？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吉他手是他的男朋友，就是那个男生写给他，因为艾薇儿之后就跟 Sum 41主唱结婚，然后这首歌呢，就是那个男生就因为跟他分手嘛。有点哀伤，然后献给他这首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名字，就是《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就是他觉得他跟艾薇儿那几年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几年。虽然是有点哀伤，就是为什么我都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然后让一切这样过去。然后，但他还是很怀念他跟艾薇儿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意思说，这首歌就是在写爱情嘛。然后我自己就觉得，爱情跟友情是一线之隔。然后。这种事情很难讲嘛，是不是？然后我想要把这首歌献给一个我以前的好朋友，一个没有上来看表演的好朋友，然后我高中的一个好朋友，对，就是好朋友。然后我把这首歌送给他，然后不要激动，不要激动，然后还要送给一个在现场的人，然后也许他不会知道，是没有关系，就这首歌送他，然后献给所有其他社的干部。好，至于其他社干部这个部分，交给我们的林玉小帅哥。就是我们觉得啊，就是我跟宋宇臻其实高中就玩过社团，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就是因为就是接触吉他、音乐这几年，就觉得就是除了有学到一些乐器部分，然后也觉得说就是多了很多朋友，然后就不会无聊这样。然后我们觉得说，就是加入吉他社的这一年是我们 the best year of our lives， 对。Yeah.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首歌要献给就是全吉他社。因为政大大概有2/3的人加过吉他社吧，所以也等于献给政大人，对。祝政大生日快乐。好，那这首歌是《The Best Year of Our Lives》，谢谢。All for granted, never fall, please correct.
forever and never fall. Lose my best friend.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now. Can we stop the world from turning? I never thought I'd have to let you go. Never thought I'd ever feel this. So I wish I could go back. Can we stop the world from turning? I should have said when I had the chance. So many times we took it all for granted. Never fall, least you ever. And never fall, lose my best friend.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now. Can we stop the world from turning? Never thought have to let you go. Never thought ever feel this low. I wish I could go back. Can we stop the world? Let you go.